我想开巡演，还挺暂时的，而且我还得再做，今年还得再做新歌。我今年也做，我要再做一张，一年做一张。那你要出多少首歌？我想出大概12到16首。哦，对吧，我就是因为太压抑，所以我才写，对吧，就是写快乐的歌，反而就是因为有压抑的情绪，所以想写这种东西。以前还不相信，对，而且释放的能量会比较满，就是快乐的能量会比较满。